请到马翠如啊，马翠如，我们希望跟胡瓜来玩一个默契，好不好？什么样的默契？这个默契很简单，这两个之间看你们两个之间的默契好不好？其实玩默契有很多种方式。是要玩那个木箱呢，还是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那个已经玩过了，就不好玩。我们玩一种，就是说很简单，这上面呢，放个东西掉下来，你们两个用脸颊去夹，看能不能夹得住。哎呀，这个游戏不是太轻浮一点的吗？这那我跟他玩好了。不是，这你刚刚玩过，那你需要钱吗？就是需要钞票啊，马翠如。很简单，如果说你们两之间的默契完全靠你而已，如果他错的话，沈文成啊，道具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准备好了。好，这怎么可以夹我？有赏有罚嘛，对不对？有赏是赏什么？赏就是有赏1000块嘛。赏他打嗝的。好嘞，一二三，好。他一直在躲啊。来夹他，夹。没有啦。你的鼻子真的够尖的，所以我觉得你的眼睛小了一点。太小了，夹过了，夹不夹嘴唇啊，嘴唇。麻醉你来拉一下，拉多开心。他拉的多开心，他拉我好，这个最好玩。这个最好玩。对，这是默契。刚刚没有过来，再一次来。不是你不能一直躲啊，这个。对呀、不能躲、你头发还这么蓬、不能，你这样靠近我根本下不去。就这样你下不去。好，来注意看哦。等等等，你的头已经太靠近了啦。不，你的脸要过去一点点，对对对，这脸颊会碰得到，不然用颧骨去对。好，准备啊。这边，哎呦，要丢啊！好，要丢啊！恭喜恭喜！哦，不是，那你不是，你如果你们要夹到的话，那就要夹羊粉的。当然了。这是有赏有罚。不是，那你玩，原因是我牺牲一下，耳朵好了，被拉了，你看，耳朵好了，耳朵好了，不夹嘴唇好了，夹上嘴唇。你也太狂了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一个打两个，我告你还弹这里啊？哎，唱什么歌？从来没有想过爱上你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哇！所以忘记了离开，
有想过这样爱上你。我们先接下来介绍一位怨妇，也站了很久了啊，站了很久，那个脸呢、啊、一直保持的微笑，为什么内心有那么多的怨恨？是很僵硬啊，站在那边，好来 ，Come here， 就是你啦，啊，他的表情跟我们想法一样，是是，一来就送圣诞卡片给我们，而且很有礼貌，都好都过年了，他送圣诞卡片，你看，真是礼貌嘛，因为刚刚从香港带过来的，是啊，随机 delay 了一下，一 delay 就是五天啊。在香港已经写好卡片，一直没有机会来这边做宣传、啊。真的要谢谢你呀、啊，谢谢你呀、啊。不要客气。是，这懂礼貌。所以香港来连卡片都没有，招呼都不打。对啊，这不一份的祝福多好。哎，你说要检讨。是是。但是周慧敏的已经寄给我了。哦。哎、是吗？恭喜恭喜。哎，杜德伟哎，已经寄给我了啊。啊、哦。那、哎、要唱什么歌呢？哎，我要唱《偷偷想一个人》，是一首比较欧洲式的浪漫。的歌曲歌名这么长啊、哦、偷偷想一个人比较欧洲式的浪漫式的歌曲，我的歌名太长了，来一起来欣赏一下，谢谢。喜欢站在远远地看你每天的心情，一个疯狂爱你的女子，有求不能太承受，努力不让你看见我对你有多不值，怕破坏我浪漫的心事，哪怕你心里面的人不是我，让我更像个女人，等你偶尔的眼神，等一个热烈的吻，想想被拥抱的兴奋，呵呵，偷偷想一个人，从白天到夜深，打不开的结，连你的矛盾，偷偷爱一个人，不错过每一分，没有恐惧疑问，偷偷想一个人，从白天到夜深，打不开的结，连你的矛盾，偷偷爱一个人，不错过每一分，没有恐惧疑问。浪漫的歌，现在歌流行歌词并不要多，里面哒哒哒哒哒，简单容易记，表情十足，所以一半都是哒哒哒哒。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天王巨星，哎呦，我们是圈内我们认为啊，他的歌唱实力啊，这个已经无人再出其右，英俊潇洒，闽南语的歌王中的歌王，最重要是在主持界里面是。相当有实力的一位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是是是，不是怎么来形容他，可以说是口齿相当清楚的一位，对对对，外形憨厚，哎，而且可爱，是是，老实，哎，一起来欢迎王世贤，哎，啊啊，李茂生，哎，两位好了啊。其实今天是来到上这个钻石舞台，真的非常开心、啊，又是好朋友的节目嘛。这个其实委屈你了，你是节目的主持人，站后面站一个多小时，没人理你。其实不会了，因为我想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当歌星了嘛，整整快一年多没当歌星。是啊是啊是啊。那这个也，我想这个华视的节目也差不多一年多没来上。那最终还是宣传你的歌曲，最终告知大家。撒尤娜娜再会。哎，把好把歌好好唱一下。哎，刚刚我们有提到一首歌曲，是我帮他做了一首歌词。杨凡，杨凡帮我写这首歌，真的，我向我的老师黄敏。都说哎，很难得，很难得，这个杨凡会写这个闽南语歌，还写得蛮顺畅。主打歌吗？本来是要主打了，
不是，是吗？现在放哪里呢？放在 A 面第五首。请这样我来听。我请这样清唱一下。叫叫一声心爱的，三年前你有讲过，无论我怎样狼狈。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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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讲要等我，啊，今夜又搁在落雨，今夜的雨水哪会这咸味，敢是阮目屎滴？真的不错啊！哎，你真的是心不错，你放第五首。会，我就放下一张。哎，下一张的主打歌。我跟你讲，那歌词“今夜又搁在落雨，今夜雨水哪会这咸味，敢是阮目屎滴？”我是把以前那“今夜又搁在落雨”把它衔接在一起，因为今夜搁在落雨太熟悉了。但是今夜的落雨，这个雨跟以前无同。是啊，是啊。今夜的雨就是男人的眼泪。这首歌本来是主打歌，但是因为什么先打塞翁娜娜再回来？因为我想这个我们这个一个年度啊，你们这种排这种歌曲是不是就跟价钱有关系？但是我对天发誓，这整张唱片你的价钱是最高的。是啊，一万二还不错了啦。什么一万二？拿六千给我啊！一搞一天，我做头，给你马上完了。这个人呢、很皮的，皮啊。我们那么好的朋友，像我们写歌是难得，像我写给那巫启贤写过，我的唱片公司陈茂峰也写了一首歌。其实像我们写给好朋友，其实歌钱都不要说，他就说啊，凡哥不。你讲要偌济？多少钱？我怎么敢讲？我说我干脆我送你好了，你不要想那么多。他说不行不行，你就是送你晚上请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是不能送啊，还是要照给钱啊。对呀、可是我是说送他好了，因为他你为什么拿六千？你为什么拿六千？是不是他以前都叫六千？我想。什么话？你想六千嘛？啊，六六大顺嘛？哦，是，我收起来了，我收起来了。真的六千哈，还没给呢，六千哇，你求求求你，哇塞哟娜娜，塞哟娜娜，再会吧啊，一棒三棒，谢谢。漂流遥远的。阿勇找无将来的方向，只有你的笑容，遐尼温柔，亲像春风，分离难免的悲伤。不知你敢去原谅，为着理想，袂当搁再勉强。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讲，再有哪啦，再回来，再有哪啦，再回来，一个伤心也。谢谢李茂山啊，我们现在要稍微休息一下呢，欣赏我们更精彩的钻石舞台。